你们知道全马最大的华人新村在哪里吗？答案就是在吉隆坡旁边的增江新村。在我的成长岁月里呢，有很多难忘还有精彩的童年回忆啊，都在增江新村。但随着时代的改变，喜热的新村呢，模样已经变得不一样了。唯一不变的呢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。哇，林仔早安啊，林仔早安，早安，自己选了，自己选，这里有20多样啊。那顾客也是跟我讲，味道还差一点，原来我缺了一个人情味。因为以前我们在幕后煮的时候，我父亲在那边和他们讲笑啊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所以到你这一代，你现在就坐这跟我聊天了。这座全马最大的华人新村，蕴含着你和我都不可以错过的人事物。记得要收看由段段还有八度空间播出的《新村之后二》，陪我阿哲一起细品生活百味。发现新村之美。